起，我们一起，我们一起上学期，什么都爱，什么都玩，什么东西都有趣，悠悠上学期，一起玩游戏，大家一起，大家一起 go， 我们都充满活力，学习学习，我们都天天快乐 happy happy， 我们都爱悠悠上学期。全身动一动，活力100分。蜜蜂姐姐，我最喜欢学校的运动时间了，每天运动流点汗，感觉就会更有精神哦。对呀，小朋友晒一点太阳，走一走，跑一跑，这样才可以长得又高又快哦。走路怎么那么累啊？咦，太阳哥哥变大。我不是太阳哥哥啦，我是阳光弟弟。阳光弟弟，哦，看起来阳光弟弟在家里吃得很好哦。那是因为我们胖胖村的人呢都吃得很多，所以大家都跟我一样圆圆胖胖的哦。阳光弟弟，你看我们学校啊运动场这么大，要不要跟我们一起来动一动呢？当然好啊。可是运动之前，我想要知道一下，到底在胖胖村里都吃些什么东西，才会这样长得圆滚滚的呀？这还不简单，就让我来告诉你们就好啦。走吧 ，Go！ 哎呀。你们看，有这么多好吃的东西吧？真的，可是这些东西吃太多，对身体好像不太好哎。阳光弟弟，那你愿意跟我们一起来动一动吗？好啊，当然可以啊。太棒了，那现在呢，我们就要准备来动一动喽。首先，我们要先把手伸起来，侧边弯一弯，哇。侧边弯一弯，很好很好。好，现在呢，小朋友要一起来喽，我们来换一边喽，预备，换边弯一弯，换边弯一弯。哇，大家都做得不错，现在呢，要把你的双手借给我，我们要这样，双手甩一甩呀，上面甩一甩，双手甩一甩呀。上面甩一甩。接下来的动作比较难，我们请到了两个小朋友来完成以下的任务。小朋友，你们准备好了没啊？好了。太棒了，非常有精神。那首先呢，我们先一起来跳跳跳，把脚脚打开，像柳丁格这样。预备，开始，跳跳，往上跳，跳跳。往上跳，还不错哎，不错哦。不过这次呢，我们来加快速度，要做这样，跳跳往上跳，换你们，跳跳往上跳，慢一点吗？好哎，挑战完跳跳跳，现在我们要来挑战仰卧起坐。所以呢，两位小朋友，你们要来帮阳光弟弟的忙，好不好？好。好，那
首先呢，我们先请阳光弟弟躺下来，来，我们过来这里，先过来。谢谢你们。哎呀，哎呦呦呦，小心小心小心，这样子对吗？这样对。好哦，妹妹来，你帮我扶着她的脚脚。好，那弟弟，弟弟，你帮助她，如果她上不来的话，你就帮她推推，好不好？好哦，那我们要来挑战做三下。好，三下哦，加油哦！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好了，好了，预备，开始。阳光弟弟加油，阳光弟弟加油，阳光弟弟加油。第二次了，还有一次，我可以自己来。加油，阳光弟弟加油。太不可思议了，我成功了。这样跟我们一起做完运动，你觉得身体变得怎么样呢？做运动啊，虽然很累，可是流汗很舒服哎。阳光弟弟，我们学校啊每天都会有运动课，非常欢迎你每天都来找我们动一动哦。好啊。好哎好哎，那我们赶快来问问看熊比，今天阳光弟弟和小朋友表现得怎么样呢？恭喜所有的小朋友得到好棒棒徽章，那现在赶快再来做运动喽！没问题 ，Go！ 好耶！集合了，好，小心小心，慢一点，好。来这里，好，往前一点哦。要大声唱歌了。世界大名一二三，奇妙数字真好玩。待会大家一起复习一次，要加油，好不好？好。大家都要拍拍手，甩甩手，甩甩甩，甩甩甩。二哈喽，互相点点头。跳起了，跳跳跳一跳。向前面，后面玩接龙。跳跳火车，甩甩火车，集合。大家好，我是太阳哥哥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也不要忘了记得按这里订阅哦。如果想要看到更多更特别的内容，也要记得按这里哦。